几乎是全新套也不错。今天来抽全新套鬼灭，与随天元大人。那你要抽到米豆子哦。豆子只有一只呢。是啊，它是复刻版。哎，对，它是之前出过。卖的。啊，对，不要看了，不要看了，不要看了。你在看讲猥亵？对对对，快换我，好自己来。所以我也不能看吗？我想看。哇，你知道一次五抽，一家四个人就四抽，一人分到一抽，没错。没什么感觉，太多了。这应该是好，先这样子。对啊。好，谁先？一，哎呀！好，哎呦！吓坏我，还什么一嘞？对啊。吓坏我，是米豆。有吗？一种那么多的，这种哦，好陌生哦。那下面是那么多的，没有。没有。一样吗？没有。没有看到谱了。哦，谱好，换我第四抽。第四抽。没事。谱。哎呀，最后一抽了。最后一抽了怎么办？谁要抽？哦，我们帮你三 C， 弄你三 C。合理啊，只有三十个。好了，妈咪抽。我抽，对，最后一抽，全村人希望交给你。全村，全村还是全家？全村。天哪！你们是很少抽新套。就上次白景有抽新套，但是也抽了十五抽才中了两个。至少是不一样的毛巾嘛。宝贝，你干嘛？你干嘛那样脸？谁在抽一抽？就中了 A。天元大人。你知道我最近运气吗？老板选的。很久没帮人家抽。什么？没有。我刚刚是自己吗？是什么？应该是 Z 的。哦 ，Z。还好还好，我守住了。像我们六抽，最后一抽。你最后一抽。我最后一抽。对。还有。好。开。G。啊！杯子。有杯子，有杯子。有杯子。也不错，有变好一些啦。就往上前进。因为 G 走八的。这个刚刚那个老板配率都好一点，不要这样说，感觉我们吃变更差。相信，再给你选一次。你为什么这么相信我的手机？我不相信我自己，你要这张对不对？这是我就不练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搞不好就这张了。可以帮你抽到局耶，你看看。好啊，你抽一个。好啊，你们，哎，我们现在几张？抽吧。好，抽两张，你们两抽，决定抽起来。好啊，好的，我帮你抽好。谁？不这么快。哎哎，好，谢谢。全村的希望。也是谁？好，这样。今天运势不佳，运势不佳。看一下。好。不是，这是吊十抽。十抽。好，结束，今天就抽到这边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妞妈。我是佩奇，这是我的机器，然后今天要开始四点一只了。
们已经抽完一番赏回来了。爸爸妈妈，去参加的时候要拿到一道《鬼灭之刃》的东西。这一套《鬼灭之刃》一番赏应该是我们唯一一套没有抽中公仔的一番赏。通常我跟费兹老板去抽，都一定会最少要得到一只公仔，但是那日版太贵了，一抽要400块，十抽就4000啦。这边就是十抽，它有毛巾、吊牌、杯子，然后跟笔记本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开箱吊牌，你在想要抽到谁？炭治郎。那嘎吉呢？炭治郎。你在想要抽到炭治郎？嗯。哦，那我们来开封。好，一人开一个。一二三啊！你们呢？炭治郎。妹妹想要炭治郎。我想这个。一二三啊！是不死川。我不要。还是一样的。也是不死川吗？不是，大哥，大哥，所以我们抽到两只大哥，两只大哥，抽到了两只大哥，天宇大人，然后跟不死川猪猪，好了，最后一抽了，那米豆子，集气啦，米豆子，好了，一、二，现在妞妈给妹妹他们看，一、二、三，是谁？蛇，好棒呢，我们有一只大哥重复了。大哥，重复了，啊，这个，那我们重复的就拿来给大家抽奖。那因为我们已经打开了，所以就是打开确认款哦。那我们来开箱杯子，杯子我们来看看是谁，等一下一个一个看。一二三，米豆子的杯子。虽然我们没有抽到米豆子的吊饰，但我们有抽到米豆子的杯子。上面写了照门米豆子，是粉红色的哟。他们是用颜色来分。他杯子有五款，他拿出来喽。然后你们跟我说是谁？一二三，是谁？谁的颜色？这谁的颜色？哦，天元大人，雨随天元，蝴蝶人的毛巾，对，还有个米豆子，米豆子的笔记本，很多，已经好久没有抽到有笔记本的一番赏了。哦，里面有三本呢，太好了，这样他们就不会吵架了。然后我们来看看内页，哦，是白色，日式的一个，下雨了吧？对，下雨了。那个日式的背景，要带伞，对，要带伞。嗯，笔记本就是有三款哦。哦，那我们今天就是大哥给大家抽奖一个小吊饰，因为我们也没有抽到什么东西。今天抽奖的关键字就是说一句想要对我们说的话就可以了哟。好喽，赶快按赞、订阅、留言、分享，然后留上想要对我们说的话就可以了。喜欢的人记得按赞、订阅哟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我不会讲话。嗯，你在学米豆子讲话是不是？嗯。好吧，妹妹说她要用米豆子讲话来结尾。好了，那大家赶快来留言哦，拜拜。拜拜。